这两个人就这样消失了，也没有人再找他们。 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。医生，不要给我找麻烦好吗？好吗？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王必成的？安眠药。白天运沙这么累，怎么会失眠呢？我小时候常做梦。 梦到陌生的地方，古怪的东西。你以为他们死了吗？那你以为他们还活着吗？你看那边的小灯，我在想。 我刚才要是游过去，上了船，就可以离开这儿了，不用签证，也没有边境，就是真正的自由了。我还半赌忘。 You go back, see mother. They don't let me go back. 王，德让来。说，他在哪儿？喷够了没有？你是市民的哥哥。他现在在哪？被吞没了。看着我。你有多久没睡了？